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众人啊，你们应当敬畏你们的主，复活时的地震却是一件大事。在那日，你们看见地震下，每个乳母都被吓得忘记了婴儿，吓得每个孕妇都要流产。你把人们看成罪犯，其实他们并非是罪犯，而是因为真主的刑法是严峻的。有人无知地进行关于真主的讨论，并且顺从叛逆的恶魔。凡结交恶魔者，恶魔必定使他迷悟，必定把他引入火狱的刑法，这是给注定了的。众人啊，如果你们对于复活的事情还在怀疑之中，那么我却已创造你们，先用泥土，即用小弟精液，即用一块凝血，即用完整的和不完整的肉团，以便我对你们阐明道理。我使我所给予的胎儿在子宫里安居一个定期，然后我使你们出生为婴儿，然后我让你们活着，以便你们达到成年。你们中有夭折的，有复返于最恶劣的年纪的，以便在他们有知识之后什么也不知道。你看大地是不毛的，而我使雨水降于大地的时候，它就活动和膨胀，而且生出各种美丽的植物。这是因为真主是真灾，他能使死者复生，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。复活却是要来临的，毫无疑义，真主要使坟里的人复活起来。有人争论真主，但他既无知识，又无指导，且无灿烂的经典。他傲慢地走开，以便诱人背离真主的大道。他在今世要受凌辱，复活日我要使他尝试稍少的刑罚。这是因为你所犯的罪行，也因为真主绝不是亏望众仆的。有人在边缘上崇拜真主，若获福利他就安然享受，若遭灾害他就轻率背叛，他将丧失今世和后世，这是明显的亏损。他舍真主而祈祷那些对于他既无福又无坏的东西，这是不近情理的迷误。他祈祷那有近祸而无远福的东西，他的援助者真恶劣，做他的同伴的真恶劣。真主必定要使信道而且行善的人进入那下临祝贺的乐园，真主却是为所欲为的。谁猜想真主在今世和后世绝不援助他，叫谁悬梁自尽，叫他看他的计策是否解除他的愤怒。我这样降示古兰经作为明显的迹象，真主却是引导他所欲引导的。信道者，犹太教徒、拜新教徒、基督教徒、拜火教徒以及以物配主者，复活日真主必定要为他们判决，真主却是万物的见证。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在天上和地上的与日月群星、山岳树木、牲畜和许多人都送服真主，有许多人当受刑罚，真主凌辱谁，谁不受人尊敬，真主却是为所欲为的。这两派是相争的，他们进行关于他们的主的争论，不信道者已经有为他们而裁制的火衣了，沸水将倾注在他们的头上，他们的内脏和皮肤将被沸水所融化，他们将享受铁鞭的抽打，
他们每因愁梦而逃出火狱都被拦出去，你们尝试烧勺的刑法吧。真主必定要使信道而且行善者进入那夏林祝贺的乐园，他们在其中得享受金镯和珍珠做装饰，他们的衣服是丝绸的。他们曾蒙引导故常说优美的语言，他们曾蒙引导故遵循受赞颂者的大道。不信道而且妨碍主道，并且妨碍我使众人定居和游牧的共同尊敬祭祀者，我将使他们稍稍尝试痛苦的刑罚。谁因不义而欲在祭祀中违背正道，我将使谁稍稍尝试痛苦的刑罚。当时我曾为伊布拉辛指定天房的地址，我说你不要以任何物配我，你应当为环行者、立正者、鞠躬者和叩头者打扫我的房屋。你应当在众人中宣告朝觐，他们就从远道或徒步或乘着兽驼到你这里来，以便他们见证他们所有的许多利益，并且在规定的若干日内纪念真主之名而屠宰他赐给的牲畜。你们可以吃那些牲畜的肉，并且应当用来款待困苦的和贫穷的人，然后叫他们涤除他们的污垢，叫他们履行他们的誓言，让他们围绕那间古房而环行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谁尊重真主的戒律，在主那里那对于谁是更好的。一切牲畜对你们都是合法的，对你们已宣布境界的除外，故你们应当避开污秽及偶像，应当永离妄语。同时为真主而信奉正教，不以物配他，谁以物配主，谁如同天空坠落而被穷鸟夺走，或被大风扫荡到远方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谁尊敬真主的标识，那是心中的虔诚发出的。牲畜对于你们有若干利益，至于一个定期，然后屠宰他们做贡献的合法地方应该是古房的附近。我为每个民族制定一种贡献的仪式，以便他们纪念真主之名而屠宰他所赐给他们的牲畜。你们的神明是独一的神明，故你们应当只顺从他。你应当以喜讯传示恭敬者。当纪念真主的时候，衷心感到恐惧者、感到战栗者、忍受痛苦者、谨守拜功者、分手我所赐予之物者。我为你们以骆驼为真主的标志，他们对于你们有很多用处，他们排列成行的时候，你们应当为屠宰他们而纪念真主之名。当他们侧卧在地上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吃他们的肉，并应当用来款待知足的平民和祈祷的平民。我为你们这样制服他们，以便你们感谢。他们的血和肉都不能到达真主，但你们的虔诚能到达他。他为你们这样制服他们，以便你们为真主对你们的引导而尊敬他。你应当向行善者报喜，真主必定要保护信道者，真主却是不喜爱每个忘恩负义的叛逆者。被进攻者已获得反抗的许可，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，真主对于援助他们却是全能的。他们被逐出故乡，只因他们常说我们的主是真主。要不是真主以世人为互相抵抗，那么许多修道院
礼拜堂、犹太会堂、清真寺，其中常有人纪念之名的建筑物必定被人破坏了。凡扶助真主的大道者，真主必定扶助他。真主却是至强的，却是万能的。如果我使那些人在地面上得势，他们将谨守拜功、玩纳听课、劝善戒恶，万事的结局只归真主。如果他们否认你，那么在他们之前否认使者的已有努哈的宗族阿德人、塞马多人、伊布拉辛的宗族、卢特的宗族、马德烟人、摩萨也曾被否认过。我优容不信道者，随后我惩治了他们，我的谴责是怎样的呢？有许多城市居民不义，而我毁灭他们。地上房屋尚存，而且有若干被遗弃的水井和被建成的大厦。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，因而有心可以了解，或有耳可以听闻吗？因为肉眼不盲，胸中的心眼却盲了。他们要求你早日昭示刑法，真主绝不爽悦。在你的主那里的一日，恰如他们所属的一千年。有许多城市居民不义，而我优容他们，随后我惩治他们，我是唯一的归宿。你说，众人啊，我对你们只是一个直率的警告者。信道而且行善者得门奢佑，得享优厚的给养。以阻挠的态度努力反抗我的迹象者是火域的居民。在你之前，我所派遣的使者和先知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。当他愿望的时候，魔鬼对于他的愿望有一个建议，但真主破除魔鬼的建议，然后真主使自己的迹象成为坚确的。真主是全智的，是智睿的。他这样做，一边他以魔鬼建议的事考验有心病的人的心和心病的人。不义者必陷于长远的分裂之中。他这样做，以便有学识者知道那是从他的主降下的真理，因为他们信仰他，而他们对他心怀谦虚。真主必定要把信道者引上正路。不信道者对于他忍在忧郁之中，直到复活时刻突然降临他们，或破坏日的刑罚来临他们。在那日，主权只是真主的，他要判决他们。信道而且行善者将在极乐园中。不信道而且否认我的迹象者将受凌辱的刑罚。为真主而迁居，然后被杀害或者病故，真主必赏赐他们佳美的给养。真主却是最善给养的，他必使他们进入他们所喜悦的地方。真主却是全知的，却是容忍的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凡以冤报冤，然后被人虐待者，真主必冤助他。真主却是至恕的，却是至赦的。这是因为真主是黑夜侵入白昼，以白昼侵入黑夜，又因为真主是全聪的，是全明的。这是因为真主是真实的，他们舍真主而祈祷的偶像是虚妄的，又因为真主是至尊的，是至大的。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，地面就变成苍翠的。真主确实仁爱的，确实撤之的。
天地万物都是他的，真主却无求的，却是可顺的。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真主为你们制服大地上的事物，以及奉他的命而在海上航行的船舶，他维持的天以免坠落在地上，除非获得他的许可。真主对于世人却是至爱的，却是至慈的。他使你们生，然后使你们死，然后使你们复活，人却是顾恩的。他为每个民族制定一种贡献仪式，让他们有所遵循，绝不是让他们为这事与你争论。你应当号召众人来崇拜你的主，你却是在正路上的。如果他们与你争论，你应当说，真主是知道你们的行为的。复活日，真主将判决你们所争论的是非。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真主知道天地万物，这却是在一本天经里的，这对于真主却是容易的。他们舍真主而崇拜真主所谓证实的，也非他们所知道的偶像。不义的人没有任何援助者。当别人对他们宣读我的迹象的时候，你看见不信道的脸上有不悦之色，他们几乎要袭击对你们宣读我的迹象者。你说，我告诉你们比这个更恶劣的好吗？那就是火狱，真主以火狱应许不信道者，那归宿真恶劣。众人啊，有一个比喻你们倾听吧。你们舍真主而祈祷的偶像，虽群策群力，绝不能创造一只苍蝇。如果苍蝇从他们的身上夺取一点东西，他们也不能把它抢回来。祈祷者和被祈祷者都是懦弱的，他们没有真实的崇拜真主，真主却是至强的，却是万能的。真主从天空中与人类中拣选若干使者，真主却是全聪的，却是全明的。他知道他们已做好的和将做的事情，万事只归真主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应当鞠躬，应当叩头，应当崇拜你们的主，你们应当例行善功，以便你们成功。你们应当为主道而真实的奋斗。他拣选你们，关于宗教的事，他未曾以任何犯难为你们的义务。你们应当遵循你的祖先伊布拉辛的宗教。以前真主称他为穆斯林，在这部经典里也称他为穆斯林，以便使者为你们作证，而你们为世人作证。你们当谨守拜功，玩纳天课，信托真主，他是你们的主宰。主宰真好，住者真好。